他喜欢喇叭蒜。你不是喜欢，你不喜欢喇叭蒜，你喜欢桃蒜是吧？对。嗯。今天上海的温度太好了，家人们。昨天晚上我们带他俩出去 KTV 了一把，感受了中国的 KTV。现在我们去一下南翔古镇，是吧，蕾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龙年好。龙年大吉。龙年大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哎，好，走了。你喝点水先。喝点水先。喝点水先。给他，给他三口。到了，我们到了南翔古镇，带这三个老外来逛一逛。南翔古镇呢，它主要是很有特色，是有很多河道呀、小桥啊。哦。嗯。然后这里有1500年的历史了。现在让我们开始看一看，好吧？我把 VCD。好了，这小笼包的。南翔古镇的小笼包是特别有名的。瓦古镇，我啊，不要瓦古镇，让他们尝一下。这里也好吃，这是烧麦。你看，这个烧麦，哎，烧麦好吃，一会儿尝一尝烧麦。来几杯？四杯。啊？收现金吗？收。这是甘纳苏克，热的甘纳苏克。我把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好了。怎么？这是黑。啊。要你跟你妈妈一块喝，这个好喝，尝一尝，好喝，甜的，好喝吧？刚才给他们介绍了一下这个双塔啊，这是建于宋代，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他们觉得非常有特色的中国建筑，是吧？1200年历史，对。好，这里还有烤生蚝的，排队的人还挺多。今天大年的初二，人很多。没有昨天多。有个臭豆腐的味道。喂，李少爷吗？猪肉汤，喂。喂。喂，是啥？猪肉汤。Ça fait une culture gastronomique, ouais, c'est ça. Ça c'est street food. Voilà, street food. Donc, les gens ils mangent.Dans la rue, ils visitent, en même temps, ils boivent, ils mangent, reste, tu vois. Ils mangent des petites quantités, mais. Voilà, c'est ça. Ils mangent un peu tout le temps. Voilà. Ah, ça me va parce que j'adore manger. Oui. 一个个汤圆儿。哦，这个汤圆很大，你看。C'est grand, hein. 看这儿，等于三。三。三。Oui, voilà, c'est ça. En fait, ça, c'est le, pour le poumon. C'est bien.C'est petite pomme là? Ça, c'est pas pomme, c'est poire. 银耳，ça s'appelle 银耳。银耳。啊。他来看这个，觉得特别好吃。这叫车轮饼。这个，他说他俩一点都不饿，但是特别想吃。这个是咸的，甜的，你好。咸的。咸的。你买的什么？这个素的。哦。素。素香灵。哦，尝尝。看起来好吃，来来来，我们吃吧。啊，妈妈给你尝一尝，好吃吗？尝一尝，他说里边没大有味道。你这个呢？这个好吃吗？嗯。蕾蕾好吃吗？这个。啊。这个好吃。哦，哎呦，好吃！你看吃的都停不下来，两个手拿着，别掉了，掉了一会儿。梅菜扣肉的这个。这个饼里面没有肉的味道，小狗都想来吃了。小狗 ，no， 你谁？是你比中？哎呀，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小胳膊，肚不低不嘞，低不嘞，小鸡，小鸡，啊，不嘞。好帅、啊、好吃吧？人家这叫卷毛，你这叫什么？我叫小卷毛。蕾蕾，吃不动了吧？你是大巨勇，今天是大巨。马萨兰刚从家里吃了，今天出来又吃，继续吃，好吃是吧？好吃。里边是肉、豆腐、素馅儿啊！哇，今天人特别多，还没有逛完。这小古镇的建筑非常有特色。沙塞麻花，天津大麻花，尝好吃吗？谢谢。
尝尝啊，蕾蕾好吃吗？这是大麻花。鸡腿。鸡腿吗？这不是鸡腿，这是麻花。这是鸡腿的腿。啊，好吧。他说是鸡腿，我。两头那个糖蒜也行啊，这个腊八蒜，这个叫腊八蒜。腊八蒜。啊。谢谢。Vinegar， 对。啥比格？啥比格？糖蒜和那个腊八蒜比一下。ça ressemble vachement， mais là c'est peut-être plus de saveur。我喜欢你配配。哦，他喜欢腊八蒜。你不是喜欢，你不喜欢腊八蒜，你喜欢糖蒜是吧？对。嗯。海棠糕，要这个是什么？芝麻的。啊，芝麻的要。自己拿吧，这个要打开。拖。那面，哦，你可以。哎，你可以。这个要打开保鲜膜。打开。Enlève le film. Il est très chelou là, Zinhé. Je crois peut-être. Je voulais partager et sans mettre mes grands dents. On va partager. Moi, j'aime bien ça. Tiens. Vas-y. Attends, tire. Ah ben, je crois que tu l'as accroché. Voilà. Bon jour. Bon jour. Ouais.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凤方糕，过年吃的糕，上海的地方小吃。哎，啊，法国人，哎，你听出来了啊？法国我们法国有人。法国有人，对。这上海名吃你们可以尝尝，嗯。啊。大份的还是小份的？要小份的，刚才一路吃过来吃不动了。尝一下这个一凤方糕，上海的名吃一凤方糕。来，我们上这儿来。都吃不动了，吃不动了，他俩。嗯，哇，ça sent bon hein？ Ça sent le riz。ouais。芝麻。这是方糕，你尝尝一会儿。哇，这 purée， c'est trop bon ça。啊喂。Goûte, c'est trop bon。哦。super bon。On a choisi le meilleur mec。啊喂。Marque-toi， vas-y。C'est hyper bon. C'est tellement bien, tellement de saveur. Ah ouais. Incroyable. C'est bon. Très bon. Très bon. On a bien choisi. On a bien choisi. Comment ça? Très bon. Be tang yuan très bon. C'est bon. Ce teint est très bon. Hé hé.ouais c'est le teint ouais en photo c'est bien quoi le hua teint voilà comment ça y a teint là 漂亮啊太美了是吧有年的味儿哈慢慢都是年味儿太棒了真的因为其实在法国没有这种地方对就特别的清淡的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里很热闹太热闹了人又多然后大家都不认识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太棒了雷雷你看那个灯了吧雷雷大龙灯前面啊大龙大恐龙哎哎哎呦，看见了吗？他的头在后边呢，要不要去看他的头？看看吧，去看一下吗？他为什么他们不在一起？不知道哎。他两个飞在一起。哎呀，进来休息一下，喝个小茶，外面，然后等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汇合，还行吧，萨宾呢？马斯呢？良心吗？还行。露露妈妈跟我们汇合了来一起南翔古镇哈来看一看铁板鱿鱼啊就喜欢吃这个啊你不给我小名字我想了吗今天胖脸盘子吧这个脸还是个脸过不去了对小白牛吧小白牛好吃，吃到晚上了，哎呦，妹妹点了这么多呢，来来来。
我吃那个。你看上下什么？大串好吃，好吃吧？嗯。哦。嗯。芋泥香酥鸭对。我没呀，好吃好吃，喜欢随便别人拿吃的。Merci ma。喂，这最老了。吃一口再喝一口。